把机器反过来，拿掉尘盒组，拿掉粉刷组，然后把这里的大螺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大螺丝拆掉。拆掉六个小螺丝，翻转机器，拔掉全挡线材，拿起面盖，拔掉上盖线材。 WiFi 模块在这里面，上面有一公放风机，风机上有三颗螺丝。拿掉风机，这个风机对这个卡槽对准这个轮组，这个卡槽这里装回三个螺丝，扣上主机上盖，先把线材连接起来，要检查这上面这个卡扣有没有把线材卡进去，如果装成这样是不行的，它这里挡住这个靠边灯罩，不可以的。要检查这里有没有把线材卡到这里，装上前挡保险杠。重新装回螺丝。